人生存无偌济日子啊，能替我身躯边的人做啥？我要利用最后一段时间，留予明晨、妈、明昌，啊，甲所有的人一段快乐的记忆。对，
既然无法度陪伴伊一世人，这是我唯一会用报答伊的机会。医生啊，医生讲吼，虽然是癌症，也不过也阁有一挂治疗方法，会当试看卖，也蛮歹哦。你明仔载去做化疗啦，好。我想要回去。卡莉，你放心啦，我袂接受任何治疗。不过我无想要一天离世休息，拢倒伫个病院。我想要回去，家己妈阿公平常做伙生活。哎呀，我看我去问医生，看伊安怎讲好无？唔免问啊啦，我想要好好安排家己人生。回去一定比倒伫遮搁较欢喜啊！对抗癌细胞，心情嘛真重要，敢毋是？我想讲，拄着你，我可能就会当结束。想袂到，受过幸福，嘛是会让天公变我怨妒。一定是你伤害我，所以天公变啊，才会想要用这款方式夺走咱的幸福。咱的幸福，想讲抢。我留给他拼命。你这，其实我早就应该要有着，我对我态度改变，你安排欧洲的旅行，那不是丢掉出钱的人，那可能得到这么多幸福。你连遐尼紧就离开我，你还阁有救，一定还阁有救啦！但无时间阁流目屎，但是无拄着你，无得卡，我丢着绝情，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已经完蛋。不是嘛？我无任何的遗憾，虽然我人生无尽头，也过真精彩。尤其是最后，跟你做伙去一半年，我真正托这幸福，就卖出去。对家己也失去信心啦！我带你出国找医生，我就不相信了。这世界无一个医生会当医好你的病，啊？李晨，我愿意为了你接受所有的治疗，啊，不过，请你千万唔通逼我离开台湾，离开咱的厝，才有这么多爱我的人。我唔甘离恁这么远。相信，你对我的爱一定会陪伴我，百般变无。替我拔出伊好不好？你妈也有敢看伊的呀、啊。
今仔日可怜我死，我是可怜，今仔就死了。安尼才对，只要两个人同心做伙，都无任何困难怕咱会动。别跑了。别了的。我一定要跟跑了的。乖不？那这里无拄好啦，要出去佚佗，人个咧无爽快。不要紧，过一阵嘛吼，等身体若较好才去。先去房间好困，啊，明早我来顾着好啊。妈，趁我即马够体力，我想要家己照顾明早啊。妈，我拢已经知影，我伫。不是葫芦皮，是感情。你拢知影，妈，多谢你这段期间为我所做的一切。你对我好，我拢肯定心肝内。无得个一世人，我无机会好好报答你。阿哥，我真的很欢喜，家己有机会跟你做亲人。哎呦，你阿公在咧创啥啦？啊，一个会啊，要快快乐乐过日子。嗯，咱四个人做伙来对抗病魔。是啦，唔要惊，我有一个朋友哦，嘛感情过多年啊。人伊安尼平常时吼，拢照时间食药啊，接受治疗，啊外表看起来吼，嘛拢足健康诶，啊佫常常吼，拢敢做伙去爬山，啊出国去佚佗呢。若是有机会，我嘛足希望会用甲恁做伙出国佚佗。好啦，我会去问看卖，吼，等你身体较好，咱做伙出国佚佗，好无？我真正不是一个真好的媳妇，以后恐惊到真侪所在，才要麻烦你。我知我回来对大家拢是负担，啊，不过这是我的厝，我上爱的亲人。我真正无想要一个人待在冷冷冰冰的病院。我知，我拢知。伤心妈妈，我答应过明晨，我勇敢面对自己的未来，打算做世界的医生，我放弃治疗，我嘛未放弃自己。为了这个，我一定勇敢对抗到最后一秒钟。好啊。
你的心意我拢了解。明成，先带家玲入去休困。带你来泡温泉，不是要来找阮姨的啦，是要将你身躯的衰气吼，拢洗掉了。还是什么衰气？嗯，人咧病就骨甲老泡，啊，当年叫大明甲走到，安尼敢无够衰啊？我看啊，一定是你身躯的衰气，太伤重了，我叫来带衰。坎坷啊，是你咧讲的啦，人是上巧一边的身躯衰气的。是你啦，啊，哎，我班的时间已经到咧，啊，你人是走到死啦，所以是你唔对啦。我听你咧放臭屁啦！只要我人还袂到，就无算正式换班，所以讲这条也是你爱担啦。嗯，讲这都无效。是吧？我过完晚才到你厝吼，我想要叫你来泡温泉，电话是卡接无啦？对。到底怎样才能结束啊？不可能哦，无是安那最近火气安尼大，卡袂着就要我咱两个老夫。弟弟，好看好看。啊，是啥物好看？你毋是讲无本事？呀啦，邓巧平。要安怎？你捌看过人泡死在温泉内底无？无咧。算你好运啦！今日有人吼要来泡地甲温泉。啊！我加一寡料，你啉下就特别好。原来是你，你也无嘞。等有姑娘来，就甲你说白少呢。你也放开啦！你敢做个大牛当猪？你是做个大不敬啊！我是老蛮啦，老蛮若咧气派的时阵，比大牛长更加大啦。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想要找我麻烦？什么无冤无仇？你派杀手去台了放火，结果煞让伊走去，还让阮大个骂个臭头，这乱想结真真个，你知影无？也阁有，你定来去找俏医师高高甜，阮二姐双雄看了足袂爽个，今日吼，阮就爱替天行道，请你啉温泉水啦。白听好清楚，莫阁常常要用迄落垃圾锅吼，欺负王文强。
洪文强是阮的好朋友，是阮二铁双雄咧听的啦。你若搁敢甲动吼，我就让你做水鬼。哎，你两个出来啊！院长，院长，你有安怎无？王文强，你小个狗，竟然找罗马来对付我，这届我绝对袂阁留任何情面啊！我知道，我一定会来算个清楚。要赔哦，去外口赔。你真正是别搞两公啊！我无出手煞袂用的。我无这么想做，你要甲听真落包。我爱你即摆就甲关公伊个工程交我做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飞碟已经掉无建材啊，不如交我，我替你完成，安尼较袂耽误着敌人的建设。小明，你甲听清楚。第一，我无找人对付你，假使你也是去用修理哦。那是有人路见不平，替天行道。第二，我关公虚讲，就算我非要赔钱，我嘛无可能甲伊交你，所以你两杂私心。第三，不管你有什么卑鄙的手段，我拢无可能放弃可心的，绝对无可能。你愈打劲哦，我甲你愈坚定啊！出去，王文强，你嘛去听清楚哦。就算讲你无甲工程交我做，都要议会质询的时，我嘛会讲。你工程停工，要撤销你承包工程的合约。死狗，就算讲你钓有建材，嘛赶快死路一条。只要我一口气啊，我就无可能认输。我就唔相信规台湾拢钓有建材。王文强，你还阁唔知影，先来你钓有建材哦。刚刚这嘛是你创空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周莹要对付一个人的时阵。我一定甲逼啊，进无路，退无步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等你给我凌迟到要死唔长过时，我才看你变作照顾决心。不管你有什么卑鄙的手段，我拢无可能认输啦。洪文强，你好谈私心啊啦？你听好清楚哦，明仔载我要带吴医师要接手工程的厂商，去现场了解评估。周一鸣，真正有影笨手呢吼。你竟然派人去台湾进粮，杀人灭口，糟糕卑鄙的你哈！你变做一个干废无耻啦！我问你啦，你敢有证据当证明讲是我派人去杀人灭口的？也够有啦！你讲迄个证人呢？嗯？木基兄，我是真有诚意，要甲世界饭店、要甲大家村的股权，还有恁电脑牌啦。啊，不过你实在伤低咯。告诉爷爸，各位垃圾，莫怪我这小白啦。反正这是天意，你去小白啊！你别个看我。哎呦，你这种消息就无需要去遐动手啦，啊！王文强，免在遐假好说啦，你听我清楚哦。工程交接的文件你甲传好，明仔载我要带金主去参观，唔当我闹亏哦，啊！你死人了，无我去剥一个精神的皮啊！啊！老议员啊，用拳头不免解决问题啊！我你是得，哎呀，我跟你讲遐多，你放心嘛，我若无去交赔偿款，你的代志我来斗相共。乖乖睡。恐惊无法度陪你大汉啦。当初妈妈答应爸爸的时阵，唔知家己身体怎样歹，好佳哉，好
好，甲在你个两个阿妈，因代替妈妈照顾你，还佮上爱你个年轻爸爸，你一定要乖乖听爸爸的话，认真读书，以后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知无？ 下礼拜，妈，明仔过来啊。我订一领鸡汤哦，你还加减吃一寡，较有体力哈。叫什么？唔通安尼哦，一直在做多些，以后三顿我来煮。明成吼，嘛买几多本咧食疗的煮哦，啊，我每一本啊拢看过，啊，嘛有去请教过这个中医师。 照我做的去吃吼，都无唔对啊！也佮有，若是无合你的口味，一定爱甲我讲哦，知无？妈，你现在对我真尔好，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真好、真难得的媳妇，你爱家、爱红色，佮爱你身边每一个人，也佮有勇敢。 那我做习惯，强加到多点病床单时，哦，是的啦，我是无什么好惊的啦，我是唔甘心苦逼，而且爱我的人。妈，等我走以后，请妈替明成找一个阿姨的查某囡仔，替佮家生几个孙。 顾家的媳妇，唔难爱团中接待，还佫有真侪真侪责任，我知影你拢做会到。我嘛看会出来，你跟我同款，拢做会去顾家的媳妇。我爱你好好坚强活落去，尽量你做顾家的媳妇的责任在我。我无你讲的这么好。 可能家己身体就照顾袂好，头一关白头雷头的，好在我操烦，是的啦，我对不起你大家，莫阁哭，只要你会当好，我活落来，爱有信心。 我甲明春拢会陪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你斗相共，爱加油哦，妈，阿玲，那有我在身边，不止英雄好啊，来做伙来。 抗病魔，啊！我是想过欢喜啊，妈，家当作是家己查某囝儿的疼惜，但是还过会好，我真愿意疼惜恁一世人。当然会好啊，一定会好。哦，啊，对了，啊，我有一件代志。 我希望这件代志，先莫让后头厝的人知影，我惊我妈阿哥阮哥也无法度接受这事实。我赞成哦，先莫让你妈知影，要唔过你大兄正听的，无非知影讲破。我一阵再佫讲啦，我找一个适当的时机，再佫佮伊讲。 要唔过，好啦，何家玲哦，跟你做决定。
你会记回来休困，啊药爱记吃哈。我知影，钟医生，多谢。没啦。谢。学姐，你今仔是安怎？一直用心用心，是不是你烦恼王文强的代志？文强一直钓无见财，卡叔讲，若果安尼继续落去，唔那损失会真大，恐惊连工程都无着如期完成。若是违约哦，到时阵连观光渔港的工程拢去用退销去啊！若真正是安尼，文强的事业就归乌有去啊！这拢是周一鸣害的啦，由爱生恨。你生意无用啊！您拨的号码现在收不到讯号，所以无法接通，谢谢。奇怪，怎么能打不通？嘿，林经理啊，啊，感情是无得到三工。歹势啦。即摆市面上哦，大部分拢欠费。迄建材哦，你也是要来，至少要两三个月了后。啊，两三个月哦，哇，那还袂好呢。啊，东航呢？东航迄边你有法度帮我调者无？啊，介绍较悬淡薄，我紧啊。即摆都毋是介绍问题，确实无费啊。而且只有你一边哦，无放风声出来，叫人袂当甲你斗相共。也是咱两个交情啊，我嘛头下咧讲老实话。多谢你啊！你刚才请你吃饭哦，再见。文强，安怎？给我进店。我家己打电话四界去调啊，落去用那水波照，嘛拢倒三工啊，我都是调无。我看。这观光渔港，我是无法度继续搁推动啊！你哪会当讲这种话啦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你拢要继续坚持落去，唔才对。就算讲你想要放弃，你嘛要想看卖到底有偌济人受到连累。遐个工人拢是靠政府头路饲母囝的。假使讲你若安尼放弃，是不是会害因的生活落问题？你讲了对啊，这嘛是我烦恼的代志啊。这周永明那设计陷害我。即马搁你四界断我的路啊！我惊我继续安动落去哦，等到去害到其他无辜的人。就算我周一鸣，伊四界要狠狠来威胁你，你也袂当放弃啊！我会记得你较早捌甲我讲过，你讲去观光渔港是你一生中上界大的理想。你为着这，你费偌济心血？假使讲你即马若放弃，甲再搞周一鸣，伊根本就无可能完成你的理想啊！伊甚至会为着趁钱偷工减料，到尾啊，伊会毁掉你的理想呢。安尼你敢不甘愿？我当然嘛不甘愿，啊，我实在想无其他的办法。只要你卖放弃哦，就一定有机会。行，对我来。要到位啊？行啦。可心啊，啊，你出来工地要创啥？你记得无？咱当实习时阵，你有找我来遮过啊？你讲你要伫这所在起一个全台湾上个大海洋博物馆，你讲你要让全世界观光客人来到这，拢有竖起大拇指，讲台湾人的设计还够建设，拢是第一流的。我当初时，就是让你有雄心壮志感动着，啊，不过即卖嘞，你的坚持走位对去啊？文强，你看卖啊，这一砖一瓦。都是你辛辛苦苦贴起来，你敢真正要交别人？可心，失败者是上个人看袂起的，你应该赶紧个气煞就对了。我即嘛是你甲文强讲话呢，你插啥物嘴？可心啊，总有一天你了解，我是对的。永远都无可能。王文强啊，今日是安怎？
看到可心一直跟我呛声，你一个人在后面，拢不敢讲话哦。像你这款卑鄙的小人哦，我才慢头跟你讲的。好啦，你不爱讲话，我来讲啦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齐董的，我按算来接手的包厢。齐董呀，后边那位就是最近在行水运王董的啦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王董，恁来这无风度啦，人齐董是好心好意，要来替你收尾。若无，我你继续拖落去。唔，那你爱赔偿违约金，还佫第二个工人哦，一个一个拢爱活活枵死啦。王董，王董，来，安怎？王董，啊，拢等无了，啊，阮这兄弟也是要来开工啦。对对，拢无钱好食饭啊，无免啦。活动啊，恁点点啊？王董，那伊这一礼拜当开工哦，我那是继续听你啊。安怎啦？有困难你尽量讲啦，啊，拢对你遐尼久啊。但是较慢淡薄啊，无要紧啦。但是后壁的工位哦，爱较赶的。阿哥，多谢恁。我这届我可能顾不恁啊。是啊，啊你要放弃啊？是啊。本桥。哈哈哈哈哈！王董哎，世事无，这是真英雄啦。你这个决定百分之百正确啦。哪呢？今日就办高奖，我现在就带齐董的去你的办公室啦。偷偷去调这个建材，伊为着调这个建材啊，连规个苏花高速公路都停起来呢。哎，乌白讲，苏花高速公路政府根本都无通过，啊是要起啥？那是阮全部挡掉，伊无在个先啊起啦。恁两个哦，是做好碰风的呢。乔医师，你安尼笑起来是有影水，有影甜呢。嘿啊，乔医师。为了要让你看看满意吼，我跟你讲哦，拿这三台卡车，哪怕你落过七百台车呢，今麦你高速公路就算过来呀。真实的哦，真实的哦。文强，你有救啊？是啊，马少大，多谢你。哎，什么拢都免讲，但今麦已经开工啊，紧紧叫大家开工。好，来，大家开工，紧，开工，开工，开工。老一定，哎，一定啊！啊，等你起来，咱就要创啥啦？遐你准备要参加阮开工典礼是？啊，敢若恁要举一支沙雕，然后你甲阮破肚咸咸菜啊？好，你做料真好，做料真好啦，是不啦？是啊是啊是啊，我失恋啊！我嘛是啊。等你是咧看啥啦？你唔该看了啥物只物啊？紧啦，物件到搬搬咧啦。哦哦。
啊，恁是真有够怕啦！嘿啊，我对阮大队才能够，都今仔日奉请伊啊啦，袂输敢咱英雄共款，哦，小够爽个啦！是啊，大，你今仔日真正给阮二铁双雄出头天啊啦，算算个，给你做老大，无冤枉啦！我唔知咧做感谢你，感谢你我做老大哦。讲起来敢袂输我，应该做伊老师。哎呀，马少大。 伊就这二铁双雄讲了有道理啊！啊，你的出现就亲像这个救苦救难的菩萨下凡共款啊！啊，伫我上困难的时阵，甲斗相共，我是真感谢你。哎，不用你们两个人讲，你讲来讲来去啊，我真要面凉。面凉，是讲有影足可惜的，到底呢？他你这可惜啥？我咧可惜讲遐精彩哦，丢面了我无亲身去参加啦。我看到迄个康巧明啊，加嘴变阿嘴哦。 你就是安尼啦，做代志无半撇，干阿出一支嘴。哎，莫安尼大家讲安尼欢喜，你搞我洗面是要创啥？我讲伊是为你好，叫你以后做代志较正经诶，莫代搞咩做英雄，啥物代志无经过大脑，出头尾尾才互人调拨替你收尾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嘿，以后我会改进，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对。你误会阮斗阵诶啦。 我误会伊，是啊，实在讲哦，这也唔完全我的功劳啦。迄男娘，阮斗阵的大麻饼，安尼出了一个人的四家里走总哦，你也想看嘛？我家一个人要哪会栽掉啦？无栽掉啦，真正无栽掉啦。若无阮二铁双雄哦，伊一个人要哪有栽掉？对。你意思是讲，无计无斗相共哦？我问天，我问天。 敢袂当卖创治？